诸位法师，诸位老师，诸位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这两天我看了同学们的观点，看到了很欢喜。宗教回归教育，互相学习，这些年来我们在世界各地提倡而实际上大概是我们极乐寺第一个回归这个道场大家到这边来参观，没有殿堂观音殿、地藏殿没有，没地藏教室很多，从我们这边落实我们希望将来老师多了你们学会了之后都是老师，将来都要代班极乐寺每一个教室都能活动起来，佛法在台南呢就兴旺起来了现在还有不少地方对宗教产生误会，这个误会不能怪他，要怪我们宗教是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做好宗教本来都是圣贤教育，佛是圣，菩萨阿罗汉是贤真的圣贤教育，我们没有学圣学贤去烧香拜拜给人家有个概念，这是迷信迷信在现在科学发展的时代逐渐要淘汰了所以我们也是极力地告诉大家，宗教不是迷信宗教确确实实圣贤教育，我们查字典，中国的文字宗教两个字怎么讲法明明白白给我们说清楚了，宗有三个意思，有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三个意思教呢也有教育、教学、教化这三个意思，那么宗教两个字连起来就是主要的教育，这不能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上面再冠上两个字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怎么能不学宗教呢外国的宗教也不例外，确确实实是圣贤，度化众生一种手段，这个手段就是教育都是重要的教育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那么英国汤恩比博士告诉我，他是一生专门研究历史，特别注重文化史他大声疾呼，
人类的历史，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文化从哪里来的？从宗教延伸出来的。他告诉我们，我们都不知道。地球上有历史以来这5000年，曾经有过20多种文明。但是很多文明呢，没有宗教的基础，是没有宗教基础的文明，大概只能生存200-300年就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个文明，现在大家都知道，世界4大文明，3个也没有了，只剩中国一个，所以20多个文明呢都没有了。那我们中国这个文明现在出问题了。中国文明的载体是汉字，是文言文。如果汉字跟文言文没有人承传，我们不敢想象10年以后怎么办。我最近几次回台湾，主要是看看台湾这边还有几个教汉字文言文的老师这些教授，他们的年龄都70以上，10年之后如果他们走了，也问题严重了，想学找不到教的人这是我们感到非常着急的一桩大事。如何把这些老师不多了，只剩下来不超过10个人这些学习汉字文言文的老师，要不把他们的东西传下来，他们走了以后再想学没地方学了今天上午吴老师到这边来，他是专攻活络文字的活络的文字是孔老夫子那个时代世世代代在河南洛阳这一带，古时候的中原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这个地区的语言那么我们在台湾的闽南话就是它的母语，它的根就从河洛来的，所以广东话、闽南话里面河洛的这些文字还有不少那么在台湾有台湾话的基础，学河洛的文化了还比较容易。这个要能继承下来之后，中国文化的根才有那么中国，我提到中国文化就会想到儒释道，儒释道是宗教，宗教要照中国人定义来讲，千万不能说是迷信。什么叫宗教？人类主要的教育，人类重要的教学，人类遵从的教化，无比的神圣。中国文明如果是断掉了，中国中华民族寿命就完了，变成历史上的古迹了4大文明全完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文明，
就乱世。啊，不但是中国人不信，全世界人的黑暗。我们如果要是看清楚，看明白了，你就会很着急，怎么办？啊，要学，要认真学习。啊，学习企图，企图是难，把基础奠定了就不难。啊，这些老师我们对他非常尊重，我们认真学习。啊，我们同学在这，老师告诉我，他很欢喜，大概看到我们这边同学学习的认真，他在学校里没见到过。现在学校学生不认识，不肯学这些东西，啊，现在都很现实，学的东西将来找工作要赚钱，找出路，学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处？啊，将来出路在哪里？尤其现在学校不认真教，我看到有排的这个课程，啊，并不是很认真在教教会。这一桩事情，我初学佛的时候，65年前，啊，我26岁的那一年，方东美先生就告诉我，啊，65年前，就是现在的学校，是那个时候，65年前学校，这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我那个时候本来是想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他说你要到学校来听课，你会大失所望。啊，为什么先生不像先生？先生想教，学生不肯学，所以先生就不认真了。啊，学生不愿意学，很勉强的拉得来，上课的时候心不在焉，所以老师也就省事，不认真教，学生不认真学。学校排的这门课，不能不开这个课，实际上学不到东西。啊，65年过后到今天，那到什么程度就不敢讲了。啊，国内的学校我没去过，国外的大学我倒是常常有机会也去看看。啊，我到学校去看，主要是跟一些教授、校长、老朋友，啊，总得到的是聚一聚。啊，偶尔他们找我上课，我也跟同学接触，上了3-4次课以后，我再不去了。啊，外国学生对于老师没有恭敬心，没有礼貌，啊，叫你看到很难过。啊，中国学外国，这个风气也带到中国来了。啊，圣贤教育跟科技教育不一样，科技不尊重老师没有关系，能学得会，它是科学技术。但是圣贤教育没有恭敬就不行。啊，那就像印光法师所说的，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10分诚敬得10分利益，没有恭敬心就得不到。佛来教你，孔子来教你，你都不会成就。啊，所以学圣贤要有诚敬心。
要有恭敬心啊，对所学的学术要诚敬，要恭敬，对老师对同学都要真诚恭敬，你才能够学得到。那么现在年轻人所缺乏的就是在家不懂得孝顺父母，不懂得友爱兄弟啊，对于所学的东西也不尊重啊，对于老师也没放在眼里。所以无论是圣学还是世间的科技学哲学，我们现在看都是往下降，一年不如一年啊，除了一些顶尖的科学家啊，他们对他们所研究的科目锲而不舍啊，还有进展，其他的看不到了啊。应用在生活方面这些科学技术完全是占赚钱为目的，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你完全了解了，然后就看出危机的存在，世界变化很大了，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巨大的变化啊，变化的根源学佛的同学知道为什么，相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境随心转啊，那学佛的人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在世界过出去旅游，你看那些人在想什么，他说什么，他在干的什么，就明白了啊，他的思想见解言论行为全都是负面，啊，方东梅先生早年告诉我，指住那个电视，这个东西是魔啊，已经走进人家庭了，啊，你一家人跟谁学都听你学电视，电视教你什么？教你杀盗阎王。啊，从小到老人全学坏了怎么办？啊，所以早年政府提倡复兴文化啊，有一天教育部有三个官员，其中有一个我认识，一个是秘书，两个处长到方东梅先生家里去向老师请教怎样才能把传统文化落实。老师听的态度很严肃，告诉大家台湾那个时候三家电视台啊，台视、华视还有个中视，三家电视台老师说这个关闭，大概还有二三十家无线电视台啊，收音机是收入的，那要关闭，报纸杂志停刊，这三个官员说老师这做不到，这怎么行呢？老师说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传统文化，要有这个东西存在，传统文化不能复兴，讲得很有道理
啊，那一天刚好我在场，啊，亲眼看到的，啊，所以我就心里面去明白了，啊，我们没有办法叫电视台停播，但是我们有拒绝收看的权利，啊，所以我有50多年没看电视，啊，没有电视，啊，现在你们的网络、手机我通通都没有，身心清净啊，那个手机很不好，那魔王啊，叫你日夜提心吊胆。啊，你不没办法静下来吗？啊，才静下来，是电话铃一响，要去接去。啊，我相信电话所谈的都是是非人物，哪有正经话了？啊，所以我们有权不接受。啊，这个要懂得，真正要学圣贤教育。真正想圣贤教育的好处要知道，为什么要学它？论语头一句话就把这个答案告诉你，为什么要学它？啊，第一句话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为这个，悦是什么？快乐。啊，方老师把佛经哲学教给我，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么夫子这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不就是方老师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吗？那为这个学的，那他真的能够带给我们最高的享受。为什么孔子做到了，孟子做到了，他不是假的，他真做到了。啊，夫子当年在世没有政治地位，他没做过官，啊，史书记载他做过鲁国的少司寇，还不是司寇，少司寇，那什么官呢？现在警察局的分局长，他就做这么大的官，做了3个月就辞职了，以后再就没有去搞这个工作，啊，以后就专心教学，啊，教学很快乐，啊，家里并不富有，所以他没有财富，也没有地位，啊，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所，你遇到孔子，他满面笑容，非常快乐，幸福人生，啊，他得到了，啊，这就是为什么要学中国传统文化。你要不要一生幸福快乐？要不要家庭美满？家和万事兴。啊，要不要工作顺利，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靠这个的。啊，它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这是全世界人，男女老少，你问他，他都要啊。到哪里去求啊？那一部四书就够了。四书真的念透了，真的落实了，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通通得到了。啊，佛法为什么要修佛法？释迦牟尼佛有答复，这个答复不在第一句，在最后一句，一个最后第一句，一个最后是最重要的。啊，你看佛经。最后一句是，皆大欢喜，作礼而去。
去兑现的。啊，学佛是皆大欢喜，学中国传统文化是不亦乐乎。啊，就是方东美先生告诉我们的人生最高的享受。那我们要教，要从这个地方教起。啊，你希不希望一生过得幸福快乐？你要不要家庭美满？啊，要不要事业顺利？啊，传统文化会带给你，一点都不假，这就对了。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把它做出来。我们的邻居都看到了，自自然然，你为什么过得这么幸福？啊，我为什么过得这么烦恼？在聊天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方法教给他。啊，所以这是真实智慧。几千年前一千人写的这些书现在管用，把它翻成外国文字，让外国人去读，外国人也得受用。啊，我们群书之要前面这个第一第二次在马来西亚做的，啊，这个缘分还都借助外力，我们有这个意思还没有想到去怎么做。啊，我把这桩事情告诉他们的首相，他们国家领导人，他是君主立宪，啊，他们有国王，国王不管事，啊，他们称苏丹，苏丹就是国王，啊，所以他们是首相管国家大事，首相管事，啊，我把这个介绍两个首相，老首相马哈迪，现任首相纳吉，介绍给他，他们着急，他看不懂中文，说这么好的东西，赶快翻。我就请蔡老师，啊，带一个小团队就来翻，每一个星期送给他看，欢喜。啊，这本书英文本翻成了之后送给他。老首相马哈迪非常感叹，我得到太晚了，要是早些年得到，我就会少做很多错误的决定。这个书真正的智慧，几千人以前的人写的，现在管用。我告诉他几千年以后他还管用，这叫真实智慧，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啊，那么现在西方人最害怕的核武战争，核武战争是人类同归于尽，集体自杀，啊，这最愚蠢的行为。唐恩比波斯晚年为这桩事情天天焦虑，最后想的一个方法，要提出一个世界政府，啊，不是像现在联合国，啊，世界政府就是世界要统一，变成一国，啊，变成一国就不会有国际战争了，啊，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够止住。啊，那谁来统一全世界？中国人，他本身是英国人，他中国人，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之深入，大概我们自己人都比不上他。啊，我相信他这个观念是从夏商周来的，
啊，夏商周的统一不是政治统一，所以他这个主张也不是政治统一，也不是武力统一，与现在经济贸易科学技术都没有关系，文化统一。文化从哪里统一？从文字统一，书同文，也就是他提倡全世界的人学汉字，学文言文。这个很重要。啊，过去我们跟李老师学佛，李老师教给我啊，国文班里面开课的时候教国文，我们一个老同学徐显明居士，他学国文，我那时候跟老师学佛经啊，老师说能够背诵50篇国文，那时候只国文官职，你就有能力读文言文，能背100篇古文，你就能写文言文。啊，所以我们想编一个文言文的教科书，选100篇。蔡老师替我们选定，赶快跟《国语日报》去接洽，把这100多篇装订成一本，这个里面同时也是国学之要里面所选的啊，这个都是有真正专家学者鉴定过的啊，《国语日报》的注解注音详细啊，我们学习的时候省很多事情啊，把注音拼音学会就能看得懂啊，希望我们这本书将来能够大量的流通啊，我相信在西方会起作用啊，欧洲人都学中国文言文，我们自己这个汉字文言文就能恢复啊，所以大家努力要重视啊，老祖宗留给我们真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智慧宝藏，就在文言文里头，在四库里头，在四库会要里头啊，但是我们的工具不能拉倒啊，工具就是汉字文言文，希望我们每一个同学都要认真努力，年岁大了要做好榜样啊！我是因为年岁大的人把我带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老师开办这个经学班叫我去学习，我不敢去，我认为那个太难了，我自己程度不够，他说你去看看好了，我说看看可是，他带我去看，哎呦，我一看，里面有个老人，林堪志老居士，60多岁，小学毕业，哎呀，他学得很起劲，这就把我先打起来了，啊，那至少我才30几岁，啊，年岁比他轻，啊，才31、32岁，是的是，他大我一辈。啊，大我30岁，啊，都那么用功，都在认真学，还小学毕业，我初中毕业还比他强一点，所以这个对我很大的鼓励，啊，我就参加老师这个班，啊，在这个班上的时候学了一点东西，啊，用了这么多年，啊，帮助许许多多的人。认识佛教，认识净土，啊，念佛求生净土。好，我今天给同学们的礼物就是这些话，谢谢大家。
啊，希望大家认真努力，把中国传统文化、大乘佛法复兴起来。